林之夏，嗯，我觉得吧，你真误会我和高医生了。我们俩其实一直是同学，然后现在呢是同事。她也不是我现女友，也不是我前女友。其实吧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跟高医生呢，以前是同学。现在以后都只是同事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的意思是你怕我散播谣言？我没有那么八卦的，你放心吧。这种事情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再说了，老林马上要出院了，我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是啊，老林好像明天就要出院了。嗯，哎，我简直太……